好啦，啊你弄你的后面的灯来看看啊，后面的灯呢、啊？后面的灯嘿，后面的灯有什么模式？那个我跟我儿子去那个先弄灯嘿，后面灯有什么模式？那个我跟我儿子装的，儿子，你那个灯是那时候是买直接从那个方向灯那边进去的嘿。那个灯啊，后面这灯组啊，熏黑的这个啊，然后光条的嘛齁，光条型的嘛，它是有一个，它的灯组是怎么样，儿子，它这个灯组是直接可以从，我坐这后面灯组啊，是直接有些是直接钻洞嘛，把那个讯号线直接接到后面去啊，啊我们这个是从那个小夜灯那边孔进去的，这个比较不好接啊，那个不好接，那个要把那个拆掉。那个模式，来，这个什么模式？爆闪，爆闪，哎，哎，爆闪还不错哦，这个很难装，还不错，光最好看，哎，还很多模式，是怕耐不耐用的问题的，改装是一定很炫，可是耐不耐用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嗯 ，OK， 哦，这个帅哦，幻彩，哎，OK， 然后来发动一下我们现在把这个装上去了 ，OK， 这是一般版的啦，哈、哦，这不是合法版的 ，OK。消音塞有装，然后这覆盖装上去了，这就是那个章鱼280哎，章鱼280的那个什么黑金钛 ，OK。其他声音有装消音塞还好，对，然后。你要装什么？这个看一下，这个拉杆呢、欸？握把，我上次有习惯。然后这个小到不能小的照后镜，然后前面没有改啊，哦，刹车原厂的 ，OK， 轮胎都原厂的，然后大致上是这样子啊，哈、哦，目前只改排气管、尾灯、短排架。然后到这样子啊，好啦，分享到这边了，拜拜。